我是倩哥，我是说三大位英语的倩哥。最近我收到很多小伙伴的私信啊，说非常非常喜欢我的分享类视频，希望我再出一期。那倩哥呢，加码我们再出一期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这一期的主题。这一期的主题是冬季好物分享，我给大家准备了三款产品给大家分享一下。那第一个要和大家安排的呢，就是来自于 CPB 的祭奠。之前我看到大家啊特别特别的想买专柜气垫啊，大家的要求啊我有收到，安排安排。你照样照样做朋友，你找到一个好朋友，金哥你要握握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朋友呀朋友，我皮肤光不如秋的时候你和我很好，那你是不错的朋友。朋友呀朋友，我皮肤不是很好的时候你依然美丽，那你是我的好朋友。朋友呀朋友，我的皮肤状态不好，干燥起皮爆炸，那你依然美丽，那你就是我的秋娜，给你比个心。maybe 这个时候会有小伙伴说，哎，你是个大油皮，人家这个气垫是干皮用的，你瞎掺和什么啊？90后老年人的心酸，估计是没有人懂了啊。我们又油又干，将近700块钱的价格，然后没有替换芯，哎，但是无奈啊，它是我的救命稻草。就是我起皮的时候，它真的真的非常友好，是我手里面气垫啊起皮的时候最奶湿的一款。悄悄跟你们讲，这个替换芯是可以单独买的，如果用完的话，就单独买替换芯就好了。这是外国人，中间你们好，不要给别个讲。那第二个要和大家安排的好物呢，哎，冬天用的就是来自于 CT 的粉饼啊。这款粉饼虽然有很多博主说它控油，但是讲到你说实话啊，倩哥这儿它是一点油都不控的。但是如果你的冬天你的脸啊会容易爆炸，会起皮，感觉你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筛子就黄豆，然后这样一筛，满天飞舞，一片飘舞。哎，我好像没唱对哦。如果你的脸出现这种巨起皮的情况呢，你用 CT 的这个粉饼呢，非常非常的不错啊。大家记着啊，色号一定要选的是1号菲尔透明色，它是没有粉扑的，我也没有找到它合适的粉扑，你就用平常用的粉扑就行的啊。这款粉饼的柔焦感特别特别好，你就感觉啊，你家的这个墙呢是那种毛坯墙，然后上面坑坑洼洼的，像月球表面。哎，你用了它以后，哇，一键磨平，一键抚平，哎，就是这么的神奇，非常非常的快铁皮。我用了3次它就铁皮了，然后我这个铁皮给大家看啊，怎么办？2020年我就要把它用铁皮，不对，用脱皮。但是这个呢啊，大家一定要等到它有活动的时候再去买。好了，现在到了我们的重头戏，真的啊，口红是一个妆容的灵魂，你的粉底液遮瑕画得再强，遮得再美好，你的眉毛画得再挺啊，但是你没有口红啊，是没有灵魂的。你们看看啊，小猴子、杨紫、古力娜扎他们的妆容，你们仔细看，仔细品。如果没有了这个红唇，这个妆容、这个气势都要弱一大截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所以这次要和大家安利呢，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宝藏产品，来自于 Colourpay 大家的空气唇釉，又显色又轻薄，而且它还是雾面的。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总共呢有12支，那我现在手上呢有10支，602和612我现在没有啊，已经在路上了。那我把剩下的这10支给大家试色一下啊，大家就将就着看一下。那我会从这里面啊选4支我个人最喜欢、最好看、最推荐给大家的4个颜色上嘴，分别是601、605、608还有611。601复古红丝哦，我的妈呀，我真的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好看的复古红了。我大概等了多久呢？应该等了1000年吧。千年的一回，我也无悔啊。除了它啊，这个复古红丝哦，我觉得我圆满了，我可以羽化成蝴蝶飞了，飞了。605乌龙蜜桃色，哇，这个颜色太嫩了，就是初恋的 feel。 我感觉你除了它啊，你的男朋友都会求着你啵啵啵啵啊。忘记了，我没有男朋友，我是个单身狗啊。啊，我怎么想出这种形容词来啊啊啊？不怕不怕，男朋友什么都没有，找一个就完事了啊。说你那么轻声，你单身了21年，你都没有男朋友，哎，还别个在乎，你要不要脸？要不要？608温柔蜜紫色，哇，这个颜色。就是秋冬啊，它就是秋冬的代名词啊，除了它一秒入冬，像提拉米苏一样啊，尝一口甜甜的，整个人洋溢着幸福感啊，都特别的显高级。611蜜桃僵局啊，这个颜色是倩哥的真爱色啊，看到我就走不动到的颜色，就算10个人来拉我啊，这支唇釉在我的手，谁都不要想抢走啊，没门。这支颜色啊，显白乍尖必备啊，如果不好看我就叫哥倩。
603呢是一个正红色，是一种妩媚的颜色啊。倩哥我呢很爱很爱买这种颜色，但是我平常呢就不怎么涂这种颜色呢，就比较适合去蹦迪啊，或者是说啊去见前任的时候给他下马威，非常 OK。604呢是一个胡萝卜色啊，这个颜色呢它是有一点点偏亮的，适合你画橘子汽水的妆的时候涂，涂上以后就特别元气，特别满啊。直接扣个3分都是没有问题的啊！暴扣暴扣606豆沙粉色，这种颜色呢就非常非常的温柔啊，知心小姐姐、知心大姐姐的颜色，涂出去人畜无害，我们是朋友啊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握个手。607杏仁奶茶色，哇，这种颜色超百搭，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，你只要想温柔，你涂它你就能搞定。609冰糖柿子，哇，这个颜色我跟你说啊，倩哥拍着我自己的脑瓜说，黑皮、黄皮、白皮涂了都好看，一年四季你只要涂口红，你找不到涂的，你涂它就完事儿了，任意场合都可兼具，尤其是在年会的时候，你涂了它，你在人群中你就是最跳脱的仔。610红糖赤茶色，这不马上要过年了，马上要去拜年了，是不是得见家长啊？哎呀，要给长辈留个好印象啊，这种颜色必备，日常哎又显白，也不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招摇，还有点精致的感觉在里面，你就说六不六。那这个唇釉的质地呢特别特别的高级，它涂出来呢是很丝绒很丝绒的那一种，不在嘴巴上面呢就是哑哑的啊，是我这种哑光女孩的最爱，而且呢它又不拔干，这种感觉就像你唇间抹了可可粉啾这样溜过的感觉啊，舒服。管体呢它也是这种柔雾的包装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超级超级的柔雾，全管都是磨砂的，我非常非常喜欢。刷头呢也是刚刚好，就你取一次的量啊，正好就可以涂一次你的嘴巴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结束了，感谢大家对倩哥的支持，那以后倩哥呢买到非常非常好用的产品呢也会继续和大家分享，如果大家对这支视频觉得满意的话，不妨点个赞，我没意义点个收藏，数字3年一条龙一波，爱你们。在这呢倩哥祝大家新的一年越来越美丽，个个都是人间水蜜桃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视频。